过嚟。系啊，好啊，好啊。咁你带齐啲嘢未啊？带齐啦。好啊，好。喐，打劫，打劫啦！攞晒嘢出嚟。攞嘢出嚟啊！记得警讯节目里面提过，遇事要镇定，同埋留意贼人嘅容貌同特征。绑住佢。就咁睇，佢身材同我差唔多噃。银包颈链有冇？快啲，起身，起身。佢矮过我。喐啊！摆手下边。矮过一个拳头咁多，但系睇落佢重过我，大约比我重10公斤。有冇？冇啦，系咁多啦。呢个贼喺三个贼里面佢最高同埋最重嘅，大约比我高一个拳头，重多20公斤到啦。走啦！喂，搞掂未？等我绑住佢就可以走得噶啦。吓、啊，你买咗几多电线翻嚟啊？够唔够绑住佢哋啊？等我买咗10,000毫米电线翻嚟嘅，应该够用。10,000毫米，使唔使咁多啊？诶、哎，咪住，咩10,000毫米啊？你哋用紧咩长度单位啊？10,000毫米即系几多啊？10,000毫米即系1,000厘米啊，亦即系10米啦。哦，10,000毫米即系10米，唔该你用适当嘅单位嚟表示长度啦。嗰班人咁讲噶嘛，我谂咁讲翻俾你听咯。呢度10,000毫米，人哋老板同佢讲笑，佢就当真。大家应该懂得用适当的量度单位来表示长度的。数值大的量度单位用来表示较大的量度结果。例如道路的长度用公里或者米。数值细的量度单位用来表示较细的量度结果。例如头发的长度用厘米，而硬币的厚度就用毫米来表示。喂，搞掂晒，走啦！冇冇惊啊！冇半嘢啊！吓，系啊！哎，得啦，去报价。唉，我哋下一次咧都唔好嚟啲咁静嘅地方烧嘢食啊！唉，系啦，唔好讲咁多啦，报警先啦！好啦好啦，快啲走啊！发生咩事啊？头先有警察啦，做啲咩事啊？哎，警察嚟，警察嚟！你哋有冇人受伤啊？使唔使去医院度检查一下？阿 Sir， 我哋冇事啦，唔使去医院啦。你哋咩人嚟噶？我哋香港日报记者。我哋知道呢度有劫案发生，特登嚟做采访嘅。你出去睇下，睇下有冇证据或者证物留低。Yes sir。阿伟，你记录低佢哋提供嘅资料。Yes sir。你哋有冇人记得贼人个样啊？有啊，我头先已经好冷静咁样认识晒佢哋个样噶啦。你哋警方如果捉到佢嘅话，我一定可以作证噶。佢哋系男定女啊？你有冇留意佢哋有咩特征啊？佢哋三个系男人嚟嘅，三个都戴住太阳眼镜，冇留须，讲广东话。一个咧就着白色嘅 T 恤，另一个咧就着蓝色嘅恤衫。最后一个就穿灰色的 T 恤。他们的身材是怎样的？高啊、肥啊、矮啊，定瘦啊？我根据自己的身高和体重去参考，去估计他们的资料的。穿白色 T 恤那个和我身高差不多。那你几高几重啊？我的身高是1.7米，体重大约是60公斤。记得查人的资料。第一个是中国籍男子，穿白色 T 恤，戴太阳眼镜，身高大约是1.7米，体重大约是60公斤。其他两个贼人呢？着蓝色恤衫那个就又肥又矮，在我一只拳头那么多，大约高1.6米，但就比我重大约10公斤。第二名中国籍男子着蓝色恤衫，戴太阳眼镜，身高大约1.6米，体重大约70公斤。那第三个贼人又是怎样？穿灰色 T 恤那个身形就最大件，不单止高过我，我想大约高过一个拳头到啦。睇落佢仲应该重我20公斤添。
第三名中嗰只男子着灰色 T 恤，戴太阳眼镜，身高大约系1.8米，体重大约系80公斤。学生仔，你都几醒目。系啊 ，Sir， 佢哋咧虽然冇量度工具，但系识得灵活咁运用身边嘅资料嚟做量度嘅估计，几叻仔啊！你哋有冇其他嘢补充，或者有冇留意佢哋有冇乜嘢特别嘅举动？啊，系啦，佢哋仲喺度拗紧用咩量度单位嚟表示电线嘅长度喎？1万毫米即系1000厘米啦，亦即系10米啦。哦，1万毫米即系10米，唔该你用适当嘅单位嚟到表示长度啦。咦，阿 Sir 揾到啲证物喎。咦，阿 Sir， 呢啲可能系重要线索嚟嘅喎。带翻去啊 ，Yes Sir。跟紧呢单 case 啊。是阿伟啊，上次郊野公园嗰单劫案有冇咩投诉啊？你我发现到咧，1.6米同1.8米之间有成20厘米嘅差距，咁即系话足足有成一把普通胶间尺咁长。仲有60公斤同80公斤之间有成20公斤嘅差异，咁即系等于有4包5公斤装丝苗白米咁重。阿 Sir。如果我哋唔知道贼人真确嘅高度同埋体重嘅话，好难锁定目标人物噶。嗯，不过班后生仔都做得好好噶啦，能够用直观嘅方法去估计贼人嘅身高同埋体重，又识得利用自己嘅身高体重做参考标准。系啊，仲识得利用适当嘅量度单位嚟到表示高度同埋体重，睇起上嚟好似有我咁叻啊！你又认叻，等我考下你啦，睇下你有几叻。冇问题。听住啦，表示每一段物理耗径嘅距离系用乜嘢量度单位？公里咯，系咪肯定？最后答案，公里系正确嘅。啊，停车场嘅车辆高度限制咧？米。最后答案，米系正确嘅。啊，头发嘅长度咧？厘米，正确嘅。呢张白纸嘅厚度咧？毫米咯。用乜嘢工具去量度咧？俗语都有话啦吓，纸咁薄噶嘛，咁用把胶间尺又点量到佢厚度咧？通常要量度呢啲微细嘅物件，我哋会用一啲专门嘅工具。阿 Sir， 我哋可以试下咁喎。如果手头上冇呢啲工具，我哋就用间接嘅办法啦。我哋可以试下量度呢一沓白纸嘅厚度，然之后咧就计算翻每一张白纸嘅厚度。你都几聪明。我哋可以先度下呢一沓白纸嘅厚度，系52毫米。呢沓白纸有500张，而呢沓白纸嘅厚度。就是由每一张白纸的厚度叠起所组成的。沓白纸的厚度是52毫米，而这一沓白纸呢有500张，那就是说一张白纸的厚度就是0.104毫米了。讲到重量单位，表示动物的重量单位是公斤。表示信件的重量单位是克。至于容量呢，表示这桶蒸馏水的容量单位是升。表示这樽涂改液的容量单位是毫升。我不是很醒呢，麻麻地啦。不过讲开量度，你有没有留意到用一般量度工具去量度所得到的数据只是一个大约值，不是一个准确值。阿母。是。阿母啊，上次班后生仔在郊野公园被人打劫，我们可以怎样报道啊？我们的重点呢，应该呼吁市民在郊外地方提高警觉，还有建议警方加强郊外巡逻，尽快捉到班贼。没错啊，不过我就担心警察只是知道贼的大约身高和体重，好难去确定到目标人物噶噃。
一般的量度结果都不是一个真确值，而只是一个近似值，是一个大约的结果。用不同准确度的量度工具去量度同一件物件，得到的量度结果都只是有不同准确度的近似值。好似量度体重咁，喺呢一个每一克到 0.5 公斤嘅磅上量度，体重嘅真确值系介乎 47.0 公斤同 47.5 公斤之间，而较为接近 47.5， 咁我哋会话体重大约 47.5 公斤，准确度系 0.5 公斤，系用咁嘅方式嚟表示。如果个磅的刻度疏啲，每一刻度是一公斤，咁体重嘅真确值就介乎47公斤同48公斤之间，而较为接近47公斤，即系体重大约47公斤，准确度是一公斤。又如果个磅嘅刻度密啲，每一刻度是 0.1 公斤，而体重嘅真确值就介乎 47.3 公斤和 47.4 公斤之间，但是比较接近 47.3， 即是说体重大约是 47.3 公斤，准确度是 0.1 公斤。再看看度这一支铅笔的长度，如果用这一把厘米尺度，因为每一刻度是1厘米，准确度是1厘米。但是如果用这一把普通间尺度，因为每一刻度是 0.1 厘米，那即是说准确度是 0.1 厘米，量度得到的结果就比较精确。即是说量度工具的刻度越细密，所量出来的结果呢就会越准确，资料都会越详尽。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了，究竟用刻度疏或者刻度密的工具来量度物件有什么好处和不好处呢？用刻度疏的工具去量度物件，得出的结果是一个大概的数值，准确度会较低。而量度误差会较大，而用刻度细密的工具去量度物件，得出来的结果准确度会提高，而量度误差会较小。哦，原来基本上每个量度结果都有量度误差的。是呢，那我们怎么可以知道一个量度结果的误差有多大啊？看回刚才那两把不同刻度的间尺，这把尺每一刻度是一厘米，即是说真确的长度是介乎15厘米和16厘米之间。如果以中间值 15.5 厘米做真确值的参考标准，那量度结果15厘米的量度误差就是 15.5 厘米减15厘米，即是 0.5 厘米。同样道理，这把尺每一刻度是 0.1 厘米，即是说真确的长度是介乎 15.3 厘米和 15.4 厘米之间。如果以中间值 15.35 厘米做真确值的参考标准，那量度结果 15.4 厘米的量度误差就是 15.4 厘米减 15.35 厘米，即是 0.05 厘米。各位同学，如果用这一把每一刻度是 0.5 厘米的尺去度支笔，那量度误差是几多呢？大
大家又知唔知呢三个不同刻度嘅磅量度得到嘅重量，佢哋嘅量度误差分别系几多呢？大家一齐讨论下。讲起误差嘅产生，除咗量度工具之外，量度嘅方法都好有影响噶。政府推行十進制呢已經好幾年了。最近呢我做了個採訪，就是報道十進制在日常生活應用的情況。平時在街上見到有人做測量活動，量度路面的距離，有人用圓形滾輪量度，亦有人用較為精細的電子儀器量度。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总共二十个圈，即是二十米。用圆形滚尺量度出来的距离是一个大概的结果，而经电子仪器量出来的结果可以准确至三个小数位。平时卖嘢，啲人又系用咩工具嚟称物件嘅重量嘅呢？有人用普通磅，亦有人用电子仪器。用普通磅量度到物件嘅重量，系一个大概嘅结果；而用电子仪器量度到嘅结果较为准确，通常系用嚟量度一啲比较精细嘅重量。要同运动员计时可以点做呢？可以用普通的计时秒表，亦可以用电子仪器。用普通秒表量度运动员跑步的时间，得到的是一个大概结果，用来做粗略的参考。而用电子仪器量度的结果，可以更仔细地量度到运动员的表现。阿母啊，你这个十进制度量衡采访好有学习价值啊。警察咪喐，系嘛？喺度做咩啊？唔会喐做咩啊？哦，睇风景咯。有几个咯喎？嗱，而家我拉你哋，施你哋与一单郊野公园叫案有关，跟我翻差佢。哎呀，翻我哋公园住啊！我喺度睇风景啊。